个龙虾已经炒红了，可以给它加料了。特意买了这个蒜蓉味的龙虾料。再加点孜然粉。椒盐，再加半瓶啤酒，稍微焖一下。再加一点点生抽，再稍微焖一下，我去摘点葱来。开吃，有点烫啊！哎呦呦呦，好烫啊！这个味道很鲜，可能是因为加了啤酒。哎呀，吃个肉来。好吃，很有弹性，再来一个。呦呦呦，好烫！这个龙虾还是在自己家里煮的，吃的放心，味没那么重，而且还能洗得更干净哦。哎呦，好烫！龙虾还是很好吃的，但是不好养，千万别在家里养龙虾，要不然你会后悔的。想吃去买吧。不说了，我要吃了。吃的就剩最后一只了，根本就不够吃啊！下次得再去买点来解解馋。再喝口酒，太舒服了。